你们好，猜猜我现在在哪里？哎，MC 呢？哦，在这里。好忙好忙好忙！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你干嘛呀？爸，哇，我在，这是什么？这是脂肪。你生出来的呀？没有，肯定大家会以为我在生孩子，对吧？对啊，这是我的脂肪，我大腿比较多。姐姐，你哪里有？这边。贴在我的哦，好可爱呀、啊！他不想走了，他不想走了，所以大家不会走的。对，这是我们的脂肪娃娃。对，脂肪娃娃。今天我们来的地方就是365MC 的瘦身中心。对，瘦身中心。对。因为今天给大家介绍的产品就是在这个医院不是中心来开发研究的，所以就是在这边给大家介绍。其实过春节吃东西特别。对，每次其实没错，其实我每次什么东西、啊、其实我前几天刚从中国回来，然后我回去之后十天我胖了4公斤。对啊，你明显胖了，我觉得。闭嘴。好的，首先给大家发个红包。等一下，我们没有自我介绍呢。大家好，我是汉健。Hello， 大家好，我是杰杰。然后呢，发红包了。嗯，可以吗？好的，来哟、哦，放包。5、4、3、2、1，发红包，30秒。今天给大家介绍的产品是总共3款产品，没错，直接给大家介绍一下。好，大家，我们首先看到的是瘦身贴，然后为什么有这么多种呢？瘦身贴其实它的原理都一样，然后它是不同的部位，这是我们的大腿跟小腿，这是我们的侧腹。然后这是女生的臀部，它有提臀的作用哦。哇，然后这边是我们的小腹部位。哦，没错，所以根据不同的部位，我们有研发的不同的产品。蜜酱们都出来吧，都在吗？都在吗？直播开始了，是不是不关心我减肥？就关心啊。其实管理脂肪是很重要的，对吗？嗯，没错，这是一个电视节目吧？对，在韩国特别有名，而且在中国也很有名吧，对吧？对，它就是减肥之前。然后减肥后果然真的不一样。哦，对，挺好挺好。不卡要说预告片很有意思。对对对，我也觉得。第一次看的时候特别好看。对啊，没错。然后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讲解一下这个产品的作用。对，刚刚我介绍了这个瘦身贴，然后我们第二种产品是非常神奇的一个塑身瘦身霜，给蜜酱们看一下。对，大家能看到吗？这是包装，然后这是我们的瘦身霜仪器，它不仅里面是一些液体，然后它最神奇，我觉得，哎，等一下，怎么这么打开了？等一下，嗯，啪，对，是这样子的。哦，刚出错了啊。它主要是这个按摩器让我特别喜欢。我们刚刚，那我们示范一下好不好？示范一下，长得好新奇。我觉得姐姐这边的肉蛮多，我们再示范一下，先用力挤一下，然后大家能看到有一些液体，然后我们用这个按摩仪器来涂匀。其实里面有那个骨珠，然后咖啡呀、啊、红参啊，然后辣椒，没错，都是提取物。你发红了怎么？对，因为我比较用力，然后发红之后，最主要是它里面的成分。就是过一段时间的话，没有红红的感觉，而且就是变很热，热热的。感觉怎么样？现在有热热的感觉吗？现在还没有，要待会儿会感觉到。哦，这样的话。其实啊，就是夏天女生们穿衣服的时候，这边有肉的话，看得不太好。对，可能很多女生会。哎，你用的时候会不会疼啊？会疼吗？没有那么疼。我觉得很舒服，因为它毕竟这个设计是用胶的，然后其实很。你再抹一抹。我要涂一点。嗯，其实我最想抹的地方是我的肚子。快掀开！我已经怀胎20多年了，一直生不了。我觉得话，就是这个也可以在这边，对，也可以，脖子也可以，脖子，然后下巴这个部位都可以。哇，목소리차라있네아그렇지차라있네所以，우리과장님을찾아야되잖아어大萌叔呢？과장님어디계시지我们在哪里？我们大萌叔。我们看一下，哇，好多顾客，大萌叔 ，Hello。我们大萌叔今天要来做一个体检啊，对，我们这个体检的仪器是叫做 InBody， InBody 是什么东西呢？就是一个测脂肪，脂肪，然后对，身体含多少脂肪，需要多少肌肉的一个仪器，看一下，大萌叔来检查一下。大萌叔穿的好专业的医生的这个中心的一套设备，这里可以测出他的脂肪。你看他的手要抓住哦，对，他的手是不能移开，他现在不能讲话，大家不要跟他搭话。哦，我们再看一下数据。没有，待会儿会有那个单出来。哦。
先给蜜酱们秀一下。要等多久啊？要等30秒就行了。啊，对 ，OK。那还要考虑。啊，还有得等30秒。不能讲了。今天啊，就是关于是瘦身的产品，就是要得每天每天管理，所以呢，大家必须要就是坚持，坚持。哎，小格调说想看减肥饮料。减肥饮料哦，我拿着啊，这个我是青葡萄味道的，就是只在这个里面，这个是我们今天的1元换购，然后杯子，杯子，杯子，对啊，杯子。然后我们今天在韩国人气最高的产品之中，就是我们这个减肥茶了，对，也是我们365MC 减肥中心自己研发的一个减肥茶，然后它里面一盒是有38包的，对，就是一个月的疗程。然后很多朋友肯定会问说，哦，那喝多久才会有效果？那其实这是因人而异的。如果你坚持的话，加上你的运动的话，会很快见效。而且这个就喝完之后就很有饱饱的感觉，对，饱腹感，对吧？饱腹感特别好。所以呢，就是我刚刚不是跟你说很饿吗？现在还好了。蜜酱们，这个杯子是玻璃做的，对，没有是玻璃杯子。不是啊，塑胶啊，塑料，塑料，塑料，环保。好，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蒙大叔已经体检完了。对，塑料的话就不怕会摔碎。对对对，可以的，可以。可是现在不能，现在人太多。啊，看一下专家给他一些什么意见 ？OK， 看听一下专家的建议。你也得拍我。설명드릴까요 네, 네조영철님오늘체성분검사하신거설명해드릴텐데저희가체성분검사잠깐설명드리기전에저희가그몸무게가중요한것보다는체지방자체가중요하더라고요이정도씩많아서요这个专专家说啊，就是最重要的不是你是几公斤，没错，要得看你肌肉是几公斤，然后你的脂肪是几公斤。看看这个照片啊，来，我们看一下图片，给米酱们看一下。一公斤的肌肉，这是肌肉一公斤，然后挑战我们的脂肪，对，没错。그럴까요그래서지금보면은같은키랑같은몸무게를갖고있다하더라도체지방이높은분들이이렇게체형자체가부피감이크고군살이많을수가있는데저희이제도용虽然他们现在个子和那个几公斤都是一模一样，对。可是呢，这个肌肉和脂肪的比例含量不一样，含量不一样，所以呢，他们看起来这个身材就不一样的，没错。所以要得管理脂肪，对，体脂肪很重要的，对对对。来，我们继续看我们专家说什么。네美兰姐进来。설명드릴까요저희이제도영철님보게되시면지금봐도저희도영철님이신장172에적절한몸무게는 65.2kg 인데현재는지금체중이좀높게나오셨어요근데가장중요한건근육이적고체지방이높으시다라는거예요现在我们大萌叔的主要的问题是身高就不说了啊，身高秘密，身高秘密，体重也秘密。可是肌肉太少，什么肌肉都没有。不要翻你。对，脂肪太多了。然后看一下这个表吧。그래서저희가이제체지방률의정상범위가 10% 20% 정도로보는데근육이적고체지방이높다보니까체지방률이 30.7% 로해서상당히좀높게나오셨어요没错，嗯，他现在脂肪率太高了。大萌叔需要他已经表情不太好了，但我们要一杯要放3包的减肥茶给他喝，3包也可以。对，그리고이제문제는복부脂肪率도같이높다보니까他肚子这么多，这是肚子的脂肪，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线为止是标准的，他超出了，也没有很多，还好，还好吧，谢谢。그래서가장중요한게체지방을빼면서복부지방률관리를같이진행을하셔야될것같아요그리고체지방을관리할때는이제운동도같이하시면서有人叫我耶，한경한경你好，就是说一起在减肥的同时，也要增加肌肉。光减肥，体重光减的并不是件好事，对。所以并在光减脂肪的同时，我们要增加我们的肌肉。对，근데체지방관리에서가장중요한게특히식이가되게중요한데특히식이는저열량을드시면서충분히수분을보충을해주시는게가장중요하기때문에그걸같이병행을좀해주셔야될것같아요就是我们在减肥的同时，然后补充水分，是吧？对，补充水分是很重要的一个过程，所以不能说光减肥。对对，如果女生太瘦的话，没有什么吸引力。对， okay. 对，我其实是应该苗条的同时，也应该局部有肌肉，对，才是最好看的身材。
还是给蜜酱们介绍怎么用产品减肥吧。啊，对，跟他们来呀，对，一个送的，对，감사합니다，谢谢，谢谢我的美女导师。那我们上去给大家看一看这个产品怎么？没问题，我们上去会上去有健身啊，有。我们的产品放在这边吗？啊，上面还有呢。上去啊，来，哎，减肥茶有副作用吗？没有，没有副作用。你如果喝水太多了，副作用啊，经常去洗手间。啊，对对对，而且补水嘛。其实以前我有，说实话，我的肉比较多，我有吃过别其他的减肥产品，说实话。吃完之后或者喝完之后会有口干的感觉，但其实我们这个36MC 中心研发的这个减肥茶特别好喝。哎，我们看一下这个楼梯很有趣的图。对，这样其实平常可以运动。啊，上楼梯的话可以减卡路里，这里都有写。上一点。啊。所以我就基本在那个地铁上爬上去的话，爬两个。你小胆儿，不会口渴。对，它不会有口干，它是啊，补水，它会有口干的感觉啊，而且它有四个口味啊，我现在开始累了，啊，我也得减。到了我们的中心的五楼 ，OK，Let's Sports， 在这边看一下，我坐在这边给大家介绍的，来吧，啊，我先缓一缓。这个中心呢，有这样的可以运动的地方啊，然后呢，我们接下来。哎，李小胆问经期能喝吗？月经或者那样的孕妇水是可以喝，可是这个贴的呀，或者是爽啊这样的之类的话，也有可能对你比较敏感，因为那个敏感时期的话，最好不要碰这些刺激性的产品好了。那首先我们看一看，今天刚刚给大家看的那个爽啊，双双，很爽，这个双很爽，很爽。我想说的意思就是很爽，这个意思。然后呢？其实我是不是特别胖胖的那种？还好，对，还好。苗条，我觉得苗条。想减五公斤的话，喝多少？想减五公斤的话，你必须喝我们几个月的疗程之后，加上运动。那个不能只光喝水啊，要得运动啊，然后要得那个吃少东西。没错。然后我的话就是这边比较变热了。比较多肉是吗？刚刚有烫的感觉，有感觉吗？热，没无所谓。头大了，喝了能变小吗？啊，那样这样的要得，啊，这样抹一抹，那可以买两块这个当面膜啊，好接着，不行，对，太刺激了，对，但有人他瘦头，那有人要瘦头啊？我试过这个，有点发热的啊，对对对，以前我们周六介绍，周六直播的时候有提到过。那这个待会儿让我们的大萌叔贴一贴，然后呢，我想贴一下这个拍的胳膊上面的。贴一贴吗？我也要贴一个。胳膊不见了。这个这里面，什么？不是，胳膊没带来。哦，是吗？那我们就贴腿好了。你去哪儿啊？贴腿好了。贴腿吧，好不好？那你贴一下这个 hip。好，可以啊。因为今天不能给大家看他的屁股，所以只在他的。就示范给大家看好了，就是贴怎么贴，然后贴在什么部位。哦，那我现在。好，贴一下。对，因为我们刚刚有说到这个臀部这个位置，贴完可以秀一下你的臀部。没什么了。没有啊，没有。这个臀部比较多肉的女生，她可能并不是肌肉，她可能是赘肉的话，应该得翘臀。贴这个就不错。对。好的，大家看一下，这边有一个 home 的纸，然后呢，这边是贴的。哇，它好可爱，像个苹果一样。哦。这样。好可爱啊，这个。好可爱吧？嗯。然后这有这样，이렇게해有一个一个的，对吧？三张，三张，然后呢，这个像波子一样的往上，往下嘛。蜜酱们看好了，能看到吗？陈曦，哦，这个，看干嘛？还是再确认一下。我看都没看就真的要贴。谁呀？啊？谁要贴？啊？谁想贴？有一位蜜酱，他的名字有点复杂，我帮他念。好吧，他不敢看。这边我可以，我不可以吧？我可以吗？你可以，姐姐了，你可以。没关系。这个下面往下啊，然后呢，
贴以后，给贴以后，啊、这个我会放屁，你可以靠近一点，没关系。이렇게붙이면은有提臀的感觉。不脱不脱，不脱，现在不脱的，就直接这样贴就行，很简单啊，对吧？脱的话十九斤。然后呢？哦，你要十九斤。都让我们脱。谁脱？是吗？啊，都有说。谁脱？李小胆儿，还有 Summer。我脱了，你们要怎么样啊？我脱你们怎么样？我其实就是这个什么呀？这个瘦身霜。瘦身霜的话。我比较容易肿腿，所以呢，就是经常在家这样抹一抹按，随便抹都可以。其实它是一个很方便的一种仪器。我是那个不准备。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我不拍你了。看我了吗？反正你在看哪儿？没有，我就想帮他。邪恶呀！开玩笑，开玩笑。我给他帮姐姐贴一下。好。为啥？这个太急了，给大家看，贴在我的衣服上不好。其实那什么时候可以用？就是我们其实上班或者上学或者是睡觉的时候容易减肥，没错。可是就是直接用的话，这个一看就有效果吗？说实话不是，要得经常每天坚持的。有蜜酱说下次模特得找胖一点啊？是吗？啊，我们有这个模特，等一下啊。啊，有，来，这个是大腿的。这边不是有照片吗？这边，所以这一块的话会贴在这个位置。你要得看我呀，干嘛呀？啊，音乐啊，太大声，好好听。这个要得贴在大腿啊，啊，贴在那个春晨他的腿后面啊。哦，我很厚。他最近运动。哦，来，我转过身 ，OK， 会贴在这个部位，可以打横贴，也可以打竖贴，对不对？你赤裸裸。这样。这样子。不是，竖着，对，这样贴这个位置，因为他穿着裤子的原因，他待会是感觉不到那个发热的感觉的。你知道这个是什么吗？小小的，小小的是贴小腿的吗？不是小腿的，就是这屁股和这个大腿中间的这个赘肉有那样的赘肉一个连接是吗？但可以的。贴好了吗？别动，哇，屁股好大。好深呀！你也来了。哦，我们的蜜酱说，我今天还买歌的。这个不是隔着裤子贴的，这个得脱。真的，千万不要这样贴着去上班哦，别误会，很奇怪。我们要得去找一找那个我们的大萌叔来贴一下他的肚子上面。大萌叔呢？大萌叔啊，在那跑步。哇，我们做运动哦。哎呀，萌叔好努力啊！因为刚刚医生给他这哇，美女，难怪啊，难怪他这么认真。他在啊，他已经陪伴住了，该他妈妈就去了。啊，你拿来哦，下来。难怪他这么认真，怎么样？有个美女。然后这边可以看到他跑了多少，然后减了多少卡路里。这是365MC 的一个健身房，大家可以光顾一下。这个我不能贴的，你帮我贴。来吧，我要给海修的。哎，这个要贴多久呢？这个给大家说，就是第一次贴的时候，贴到2到3个小时以后，看一下你皮肤状态怎么样。皮肤没有刺激性的话，最长可以贴到6到8个小时。所以呢，我刚刚跟你们说，睡觉的时候也可以贴。如果觉得2到3个小时以后有变红的感觉，或者是有点红红的话，就是休一2天或者3天以后再次用的话，就没有那么大的刺激性。而且这个年型，对吧？年型特别好，你就是跑来跑去也不会掉下来了，对吧？然后今天给大家说今天的口令啊， okay， 今天的口令就是掉脂肪找自信。没错，掉脂肪找自信。你们在这边拍吧，来大家看一下，有没有几个？哎，减肥茶能治便秘吗？哦，也有那样的。可以，因为减肥茶它还有一个功效，就是整理你的清肠的一个功效，所以有很多女性会有便秘的这个症状的话，跟我们的减肥茶的话是有很好的治疗功效的。我现在很认真。这边是那个部分。看一下，这是什么？这是
这不是那个部分，这是肚脐眼啊！对对对，我以为你说别的地方，吓死我了。你想的比较急。对、啊，来，我们的大萌大叔啊，大萌叔，你要在他背后贴吧，不要给他贴了、okay. 啊。好，来吧。哇，要秀吗？应该哇，好可爱。稍微看一下。好，好，待会贴一下，他就会感觉。我们的蜜酱说，大萌叔太有自信了。对、啊。今天以后跟我们运动吧，运动了就卡切不干。今天呢，我们就是准备了，因为这样的瘦身贴或者是瘦身刷用完以后，要得就是小小的要得运动才有更好的效果。那从。还有什么？就刚我们喝这个姐妹茶的时候、啊、喝这个姐妹茶加上运动的话会有事半功倍的一个效果。对，那我们从现在开始给大家介绍怎样运动才有效果，好不好？悠悠你好、啊、好的。悠悠说没人理他。我看到一个很漂亮的健身教练，他是教我们的吗？好的。哦，让我们介绍一下。美女안녕하세요. 한국MC 히트비스 윤영희 트레이너입니다. 是不是超级漂亮？是我们365减肥中心的一个私人教练。你那么喜欢他？哦，我很喜欢。我好紧张。好紧张。那오늘어떤프로그램을준비해주셨나요？오늘은전신운동이랑상체운동、하체운동。今天为大家准备的是全身的运动，有上身还有下半部身啊、下半部位的一个一些运动。那从现在开始我们要。好，我们请我们的老师到中间。一起开始运动吧。我有一个运气点。蜜酱们，这个吃了不会拉肚子，你们放心。好的，蒙大大萌叔也要一起做运动。一起开始吧。好，那记得。네其实不做运动也可以燃烧脂肪的。전신운동으로해볼게요好，第一次全身运动。全身运动。네바람씹으시고양발으로점프다시모았다가일어나서각수아네자이렇게10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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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빠르게하나요천천히하나요네연속동작으로바로바로해주시면돼요미장은또说教练好漂亮너무예쁘다고 네, 네감사합니다그러면해볼게요大家都可以的话跟我一跟我们一起啊运动一下자시작해볼까요 네, 네시작哇！二、三，李小胆儿，白开水也能冲着喝，凉水喝最好了。啊！超累的。我的屁股掉了、啊、贴这个运动的话效果更加果更、可以加倍的对你燃烧脂肪下一个动作呢下一个是锻炼我们上身胸部还有我们的手臂部分的然后呢就贴胳膊以后呢可以用比较有效果没错嗯，好嘞大萌叔没事吧무릎을대고어깨넓이로손바닥짚으시면돼요这这这没有自信的자양손사이로가슴그대로내려가시면돼요그대로따라올라아这个有点像我们做的那个俯卧撑다시따라온둘幸好我是拍摄者不然我就累垮八九蜜酱们说大萌叔加油十金金说谢谢大萌叔加油这个是瘦胳膊那男家们的有效果男家们的他说男生们对男生要加强难度我们是男人这个这个要来三个医保妈妈这个减肥茶可以随时随地都可以喝的都可以喝的三什么时候喝都行啊这样运动的时候也可以嗯我想回家啊对喝一口减肥茶我们大萌叔已经说不出话了大家可以看到他表情哦出汗了都看一下可以看到吗哎呀、啊、真的很有效的太久没有运动了对啊好我们下一个大萌叔不是在肚子我们的大萌叔不是贴了那个啊贴了大肚贴
效果更加啊。对，那效果更加。好的，我们一起来一下。네어떻게할수있을까요자먼저편하게앉을게이렇게坐着。下面的是腹部部分。米扣蜜酱配合运动，少吃当然减肥了，效果最好的那是。好。哇。蜜酱们，你们也可以试一下，跟我们一起运动。这个是让肚子变瘦的。蜜酱们，你们知道了吗？菠萝蜜的主持人不容易做。对。你得有颜值，还得有身材，又减肥又赚钱，多好。哎。这个减肥贴可以天天贴吗？哦，天天贴可以是可以，但是你觉得有什么条件的事情吗？就是休息两三天左右，然后再次用的话，就有那样的管理的效果。现在我太累了，肚子太疼了。哎呀，그다음마지막자마지막마지막아니에요다음이요다음네그다음복부我不行，전체적인我不能练，对，太累了。可以抱到前面。下面一个也是腹部的一个全体的一个运动。对，好。好，왼쪽腹。Summer 说想看大萌叔运动。Summer 아니야啊，맛있게지마。他现在不能说话了，太累了。아세요나는말좀해有钱，哦，太美，对，给我偏心，他可能知道啊，嫉妒了，怎么可能？他比我更需要。啊，真的，我流汗了，而且我刚刚用了那个霜嘛，这边变热了。是发热吗？再看一下。然后也没有刺激性，刚刚不是有点红红的感觉吗？也没有的，很好的，真的。然后配玻璃的。口令再说一下吧。今天的口令就是掉脂肪找自信。好的，找自信啊。그다음요然后呢？그다음네그다음마지막마지막最后一个。这期我不能露脸，这期太累了。妈妈是真的出汗，真的出汗。마지막엉덩이랑하체허벅지屁股好，臀部运动。等一下，再次给大家说一下今天的口令。今天的口令就是掉脂肪找自信。OK， 好的。OK， 다리위로다리위치해주시고발西柚的确实好喝。米扣。好，对。然后呢？这样又得打。상태로엉덩이로쭉내밀고그대로晶晶，下次给你跳。这是一个练屁股的动作，来看一下我们大叔，在侧面看一下，下不去。哦，下去了吗？上不来了。对。OK， 慢慢来。好，再열개할게요。十个。三。哦。四。姐姐，你现在感觉怎么样？我没有感觉。有没有掉肉的感觉？我已经都掉不见了，累得不行了，都出汗了都。哇，动作很标准。七，要在提臀呢、来，然后贴在提臀那个瘦身贴以后，再用这样的动作的话，会有很多的效果的。马吉马，最后一个十。哇，辛苦了，累死真的，辛苦了。那我们待会儿再见。再见，真的漂亮，很漂亮。对，你站没站？我先坐着吧。是不是比较？歇会儿，歇。喝点水。啊，你喝那个，这是西柚吗？其实就是我不太喜欢喝白开水，白开水那个味道太单调了。可是这个有甜甜的那样的感觉。就是兔锦姐姐，其实我也不爱喝白开水，就总得喝点加点有味道的东西，那其实这个就更好，就正好适合了我们这种人群。不爱喝白水的，因为它有水果味。我们有哪四种水果味道？我们给大家说一下。再说一下，有这个黄色的柠檬，青葡萄，这个什么？西柚，然后最后那个是那个樱桃加石榴。对对，总共是四种。那一个蘑菇面跑了会快吗？立刻有效果吗？不会，因为毕竟它是。健康食品，对，所以是药品，坚持，对，它只不过在有减肥的作用上就提供了很大的帮助而已，它并不是很直接有效的那个，而且要得长期喝，
才有效果。没错，刚才是结合运动。有蜜酱说：“汉姓姐你好翘臀呢、啊。”翘臀，翘臀，哎呀，看到了，身材好好。不个人，他害羞，他害羞，害羞。萌萌萌，太热了。然后就是我也大萌叔也累了，我觉得贴的这个对瘦身贴也特别简单，就只贴在身体上面就行了。嗯，这个霜我爽霜对，用完我都不会说中文了，用完这个霜之后就会感觉爽。对，我有这次在韩国不是去年最火的一个产品是管理这个变脸小的那个机器嘛，对、我知道那个30多万的瘦脸针吧，对，瘦脸针特别特别贵的嘛、然后我觉得用这个管理这边的肉的话，其实你实际上对这边的肉特别特别有压力，很在意很在意、对。哎，等一下，蜜酱们说太累了，发个红包。好吧，他们也运动了。好吧，5、4、3、2、1，红包。什么？他们也发红包了吗？啊，不，他们也做运动了吗？啊，有蜜酱一起做的。真的，我真的好可爱。然后这个手机，1、2、3。平时你运动吗？其实我有，但是很久没运动。以前有健身房，但后来太忙之后就没有去健身房了。你是唯一你喜欢什么口味啊？我自己、蜜酱、啊、我在问蜜酱，蜜酱喜欢哪种口味？我觉得我就是这一周都尝过、我就喜欢青葡萄的，因为这个没有特别，就是很清新干净的感觉，干净的，很清凉。清凉的感觉，我比较喜欢那一种。然后你呢？我个人会喜欢樱桃加那个石榴，因为那个比较甜，对对吧？我喜欢吃甜的，甜的比较喜欢。对。然后呢，大家都平常就是经常喝水吗？我就其实不太喝水。对啊，是比较觉得腻。是，所以腻。从现在开始，我们可以改喝这个365MC 研究中心的他们自己研发的这个产品，减肥茶产品。再告诉蜜酱怎么抢红包吧。好的，就是怎么抢红包？我们说5、4、3、2、1以后的页面上可以看到一个红包，然后你要点就可以，狂点。那样的话可以使用啊，买那个什么字幕的速度呀、颜色，可以买那样的 item。对，然后其实我们今天的一元换购大家知道了吗？各位蜜酱，我们再跟大家讲一下，我们今天一元换购的产品是，来我们的摄影大叔。来，我们的产品是我们今天这个环保的塑料杯，对，塑料杯不会摔破的，没错。然后一元换购大家都知道怎么操作了吧？不知道的话，待会儿再问一下，我们会再告诉你。好，那要不要我们再用一下，给大家介绍怎么？哎，有一个名字叫瘦瘦瘦的蜜酱问，柠檬会不会太酸呢？柠檬啊，要不要再喝一口啊？没有，其实柠檬的话，毕竟它是酸性的话，应该是喜欢酸的朋友可以尝试，不是特别酸，我喝过的。没关系，我来。现在大韩国柠檬和什么檬啊？柚子、柠檬、柚子跟西柚，西柚最火，最火卖的最好。可是我还是觉得葡萄，蜜酱们可以参考一下。其实我个人最喜欢、今天最爱的这个产品是这个瘦身霜，因为我的大腿，其实是小腿，因为我穿牛仔裤的原因不能给大家看到。先这样用挤出来一点这个液体之后，因为这个液体它有那个辣椒、绿茶、人参的提取物，所以这样按摩之后，会发红，因为我用了用力度比较大，用力搓，对，其实它是很健康的一个原理，是按摩，也不会有疼痛的感觉，不会，对，而且它里面的容量很大，可以用很久，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已经有点发红了这边，然后用完之后，刚刚像那个汉青姐说的话，她用完之后，她过几分钟之后，她会发现有热的感觉，因为那是辣椒提取物的作用，来，我问你，哎，蜜酱们，杯子只有1块钱呢。就是有点发热的感觉，这边肌肉比较一起买吧，可以啊，你所以大家能看到，你不知道这边呢、就是女生这边肌肉比较、这个白白肉，这是女生的白白肉，怎么样嘞？怎么又吵起来了？这样按摩，特别是就是肌肉发达的女生啊，下面就好大块脂肪，好胖，哺乳期的话。尽量在医生的建议下用的话还可以，对，那样的比较好，还是会有那样辣椒那样的提取物的话，对身体应该有一点点那样的刺激性，毕竟是燃烧脂肪，红了，真的红了，红了，然后待会儿发热一点啊，其实大家就一看觉得变得特别红，然后跟我应该有个问题，会不会特别有刺激性？其实我皮肤感觉没有很大的刺激性，对，它只是视觉上红了一点。但待会儿过几分钟之后就会有发烫的感觉而已。那这个味道怎么觉得就是？我刚
因为它里面有咖啡因的提取素，我闻到的是咖啡豆的感觉。然后你看看，用完以后就吸收就行了，特别简单吧。所以一般就是我们在家洗完澡之后，在床上可以一边敷着面膜啊，一边这样做按摩，是很好的一个解决方式。对，所以大家就是睡觉之前用一用，然后可以直接睡觉，不用洗的。没错。然后蜜酱们贴减肥贴的时候一定要擦干水分，对，然后再贴。水分或者是你这边流汗的话，要得擦干净以后才贴比较好一些。就比如在上班，其实上班一天坐着在对着电脑要几个小时，十几个小时，对，那是最好的。你看坐着把肥就给减了，多么方便。肚子，大萌是肚子怎么样？热吗？头呀、啊，很热，很热，太累了。其实我今天看完这产品之后，我也要用了，因为我自己平时爱喝点啤酒什么的，我也有很大的啤酒肚啊，所以我要贴着。思思说咖啡因有减肥成分，对对对，他很懂，哎，思思很懂，哎，对，谢谢思思。然后呢？这个比较其他的重要的成分的话，我们页面上有菠萝蜜页面介绍产品的那个页面上有，所以呢，大家比较好奇的话可以去那边看一下。而且，对每个蜜酱们在购买之前还要确定每一个，因为有些蜜酱可能是咖啡因过敏，对，有些是辣椒提取物过敏的话，你一定要确认那个有什么成分之后再进行购买好一点。然后现在我想给大家看啊，这个是柠檬味道的，这是水。就是放到这儿比较好，可是我就比较喜欢更浓的味道，所以呢，把水就只放了1/3左右吧，然后半杯差不多，就直接放进去。哇哦！一天喝多少包呢？什么？你说什么？蜜酱们问一天喝多少包茶呢？其实我们这一盒是30天的量的话，我们建议的话一天其实一包就好，因为其实你，但如果说有些人想3顿都不吃的话，其实你可以用它代替饭的话没有问题啊。你闹腾你可以喝3包都可以啊。其实这个是反正是水嘛，你一天喝多少杯水也没有副作用，没关系。所以呢，就是因为我们白开水就是味道不太好喝，啊、不想喝嘛，不想喝。可是这个呢有味道，而且卡路里也没有，对身体也 好，对便秘也好。什么女生的便秘比较多嘛？男生应该也比较多吧？运动男生不会。蜜酱们建议你们用凉水冲。啊，对啊，热水冲。口味更加是吗？很清凉的感觉。请摇匀，口味更加。来，喝一杯。干杯！为了减肥。为了减肥，大家喝一下。哦，我觉得这个好喝。那个酸吗？怎么样？应该不会。蛮嫩。我喝一下，这个跟那个，就是喜欢喝青葡萄味道的朋友们，应该喜欢喝这个柠檬味道。对，因为但我喝的是那个石榴的话，会甜一点，这个酸性会比这个甜。参克吗？爽，就清新的一种感觉，清新的。你使那个霜很好用。对，然后大家今天真的有热，很烫，有很烫的感觉啊，发热，真的很烫。就接接刚刚用的。所以待会这一块可能会很瘦，然后这边会很肿。对，其实就是一直在那个站着工作的那样的工作职员们的话，很容易肿腿。那样的时候用这个我们的健身瘦身霜来按摩的话，越有那个减肥的效果，还有把那个肿就去消肿那样的效果。对对对，帮你的好。丝丝入味那个。要看对比，要看对比。来，我这样对他看看，已经肿的不能往上去。你看都肿了，你看。哦，真的，哦，的太冷，我都感觉。哎，真有效果哦，消肿了感觉。所以这边你看，肿的都发青了。哦，现在呢？你要擦一把脸呢？擦一把，真的吗？在镜头上能看到吗？然后今天的1元换购都卖光了。真的吗？真的没办法了。哇，太棒了！肿都不能往上。看来很多朋友。蜜酱们，这绝对是物超所值。看来很多朋友关心减肥的问题。那就错过吧。来，我们姐姐，你也要减肥吗？啊，这边减腿，减小腿。这边我比较涂太多了吧？就是약간욕심을부렸는데，有点太贪心，涂太多了，瘦的不一样，瘦骨如柴了。其实啊，按摩的时候，这边要得看一下这边，这边要得按摩，这边走路的时候肌肉比较发达，所以要得按摩。那我们时间差不多，不如我们现在打电话看一下今天的幸运观众是谁。好的，你再次跟他们说一下今天我们的口令。好，最后我再强调一下，我们的口令是。掉脂肪找自信，对不起，脂肪宝宝，多可爱的脂肪啊！이렇게해야지，掉脂肪找自信，이렇게하는지
找着找自己，好狠呐、啊！没错，好，我们要打电话看一下今天的幸运观众是谁。好的，哦，我的智商宝。今天我打开了今天的页面啊。蜜酱们一元换购卖没了，真的。今天其实所以嘛，就是直播的时候要得抓住时间，快点买产品、这个商品很好。你来吧。好，我来抽，看今天的幸运观众，一二三，陈大胆，陈大胆，蜜酱，你是有多大胆，被我们抽中了。走，你来吧，我手这里有黄。哦，怎么连线？是要先截图是吗？从哪里拍的？그리고加八，你来弄吧。怎么样？我不知道怎么弄这个。你还没学好啊？一直都是姐姐在打。来加八六，因为打他的。八六是吗？嗯。八六，然后电话号码。他这个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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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这个瘦身贴、瘦身刷，然后这个瘦身茶的话，是每天要得管理的。如果你觉得有比较刺激性的话，虽然没有，特别是这个茶，没有什么副作用。米扣买到那个塑料杯了吗？买了吗？哦，好像抢到了。哦，那就好，那就好。祝贺你！赶紧接，记住我们的口令哦，记住我们口令哦。Hello， 你好。Hello。喂，你好。你正在开直播啦、啊！我们这里是菠萝蜜。他已经特别高兴，知道我们了。对啊，我是杰杰，我是汉青。杰杰你好，恭喜你，恭喜你，你们好。对，你很开心了、啊。好，你好开心，我们从声音就能知道你的心情了。对呀、啊。你现在在哪儿啊？已经中了很多次了。哦，恭喜你，太幸运了。2016年。对、啊。那你今天买了我们什么产品呢？买了那个，就是那个叫什么？瘦身刷还是？就什么了？有瘦身刷，还有那个瘦身茶。哇，你买了好多啊！对啊。我听起来你没有那么肥的感觉呀、啊。对啊。感觉你好瘦啊！你个人会很胖吗？我想问一下。有一点。那个是 baby fat， 就可爱型的，是不是？所以你希望通过我们的产品，然后有更加美好诱人的身材，对不对？对呀、啊。Summer， 下次会是你。好，那我们最重要的环节，我们今天的口令是：要脂肪，找自信。哇！恭喜你，恭喜你，恭喜你！好厉害，好厉害！你今天跟我们一起运动了吗？没有，因为在上班。啊，那在上班你就要买那个瘦身贴了。只要贴着坐着就能减肥了。对，嗯。对，好的，那谢谢你，下次一直看。再次恭喜你，希望你一直支持我们。嗯，안녕。好，谢谢。拜拜。拜拜。其实今天我们直播，对我们直播的蜜酱们，听到了吧？好开心！今天的这个反应特别好，对吧？没错。就是还是5分钟，再加5分钟给大家介绍我们产品比较好一些，嗯、对吧？那我们最后整理一下我们的产品，今天有我们的李小黎蜜酱，有一个李小明蜜酱，他全。买了全套，哇哦，好厉害！谢谢这么支持我们，谢谢。下次你一定会抽到免单，所以我们以后会更加用心的找更好的产品，就更多的很好的产品。嗯，希望他能够成功减肥。越来越变得漂亮。2016年，对吧？对，然后抓住他，变成大美女，然后跟那个翠锦说，抓住他。啊，可以的，可以的。然后其实今天的这个产品，拉下来这裤子，我怎么这裤子卷不下来了？其实啊，就是这个双爪，双，瘦身双，瘦身双怎么了？瘦身双觉得这边变热了。对，其实真的有。变热了。但是那种热不是很不舒服的感觉，就是那种怎么按摩怎么说的感觉，就是人家给你涂了一层精油，然后那种按摩的感觉。对，那样的感觉。而且呢，用这样的霜或者是瘦身贴，用着运动的话应该有效果。贴的时候刚刚跟大家说了，然后重复的给大家说一次，就是贴2到3个小时以后呢，
看一下你皮肤状态怎么样。对，一定要确认一下。对，确认一下，然后呢，还好的话可以贴到8个小时。所以呢，普通我们一般睡8个小时左右吧。没错，就睡觉的时候，又或者刚好我们在中国跟韩国都一样，是8个小时工作的。或者你上班的时候，上班之前贴一块，然后一天下来又把肥给减了。对对对，然后这个贴的设置啊，就是专门为这个各部的部位来做创意的，所以呢，就是不会特别特别容易掉下来。是因为它里面那个胶我知道是很粘的。对对对，特别粘。然后怎么贴呢？我们后面大家如果看不懂韩语的话，它其实后面有图示的，大家可以很清楚的、很简单的使用就可以了。但一定要擦干身体，对不对？对对，身体不能有水分，而且不能有汗。其实这个挺简单的。米扣说，快递员大叔都认识他了，因为买了很多。好事好事。对，米扣米扣米扣等免单等到天荒地老。那直接叫米扣。其实就是有的时候，就是我最近看到很多的新蜜酱来我们看对对对我们直播，所以呢，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我们的新朋友新蜜酱。而且呢，就是有什么想问的，就是简单的、容易的跟我们问的话，我们就是要努力，就是听到你们说什么，看到你们说什么，然后跟你们回答，这样比较友好的。让我们一起互动吧，一起互动，摇起来，对吗？嗨起来！嗨，没错，所以你们意见对我们其实是我们对真的对我们很重要，很重要。对对对对，然后这个贴的其实啊，虽然是直播不能把我的肚子公开，其实我最其实是可以的，其实是不可以的。蜜酱们想看吗？不可以的，下次吧。这个里面有多一二三六片，四五六。刚刚我们的大龙是都用过六，总共有六片，是六片的，哦、没错。对, 对对。然后有什么问题都可以跟我们问一下，然后我们还有微博嘛，有什么好奇的部分问题都可以跟我们说一下。那我们最后再整理一下今天给大家介绍的产品。好，那我来整理一下。我们今天现在来的地方从那开始。最人气，在目前在韩国人气最高的减肥茶，365MC 减肥中心自己研发的减肥茶，四种口味的。我们再说一下，这边有青葡萄，然后我们这边有西柚，然后这边是樱桃加石榴的，最后这个是皮完酸的朋友可以选择这个柠檬味道，没错，有四种味道。不喜欢喝白开水的朋友，赶紧选择我们的这个产品。然后第二个是我们的塑身瘦身霜，哇，这个绕口令真的，塑身瘦身霜。对，反正这个爽霜、啊。等一下，这个减肥茶得冲凉水喝的。对对，用热水。热水不好喝。对，不好喝。喝是不可以，是不好喝。对的。最主要，然后这个瘦身霜的话，它里面的液体是里面有各种有9种成分，就是对减肥非常有帮助的。然后它这个设计神奇的减肥设计，也是对我们按摩很有帮助。很舒服的一种设计。瘦身霜大家记住了。红包可以再发吗？好的，当然。那最后5、4、3、2、1，30秒。然后姐姐介绍一下我们这个产品。这个产品的话就是瘦身贴，瘦身贴的暖型、粘型特别特别好，粘性比较好。再说一下要贴多久？再说一下啊，就是第一次用的蜜酱要得贴2到3个小时，然后看看皮肤的情况状态，确定一下没有什么刺激性，没有很痒痒变红的感觉的话，最长可以贴到6到8个小时。所以呢，我们就比较建议睡觉的时候、上班的时候、上学的时候都可以贴的啊。然后呢，就是这个提臀的作用也有，然后呢，胳膊呀、什么肚子呀、大腿、小腿，有很多4种种类的贴，就分不同部位，对，不同部位的。重要的事项再为蜜酱们说一遍，什么？就贴肚子的时候，
贴大肚贴的时候啊，贴的时候就是你要皮肤要得干干净净的，要得没有水，没有水分，水分就保持它那个粘性，对不对？有水的话它就不用有那么粘了。然后呢，贴完以后或者是按摩以后呢，要得运动。你最喜欢哪个运动啊？最好我是刚刚其实做那个全身运动，我觉得很累，那个应该是很有效果的。对对对，那个全身效果。然后女生的话，夏天经常有一个民族妹，我是不知道，就是这边没有什么衣服。无袖，无袖的衣服的话，跟我，对，无袖的话，台袖，什么？台袖，不行吗？可以这样说吧。然后用完以后呢，刚刚我们学好了，女生们要得这样，还不搞台戏？台戏不运动，又运动啊？又运动，给大家看一下。嗯，要不有一个，有一个比赛回来。一二三，看到吗？别逞强了，输了，输了，他输了，哎。再为蜜酱们说一下，所以我们经期还有孕妇，最好是有医师的叮嘱，或者是不要使用。毕竟我们今天的产品是有一定的，有辣椒提取物的话有一定的刺激性，对，所以我们辣椒比较辣，对，我们劝大家还是不要使用哈，避开那个时期，然后任何时候都可以使用。好的，今天的直播就是时间已经过得比较长，希望大家2016年减肥成功，对，变得更好看的身材，身材。好的，那我们再与我们互动多一些，对，没错。然后跟我们多说一下什么问题，小小的我们汉卿太漂亮了，太可爱了，都可以的。难怪大家不说，原来姐姐老让他们说这种话，我知道大家。那我们下周二才跟。有人说了，汉卿太漂亮了，有人说了，对吗？我拍的好，好不好？不是，本身啊。那我们什么时候再跟大家见面呢？下周二才可以，就可以见到的。那我们下周二再见。星期六也有。哦，对对对，星期六韩国的有直播，别走开哦。然后我们星期六有什么整容机器的？给大家介绍是吗？就是有那样的效果的，主要是瘦脸的效果，不是整容机器。所以反正大家就不停的每天的时时刻刻的关注我们菠萝蜜直播就对了。菠萝蜜应该可以管理大家的全身。对，明天还有日本的直播去看一看，然后呢，星期六也有韩国的直播，也关注一下。那我们两个主持人呢，下周二再次见面。那我们下周见喽！下周见，拜拜，安妞，安妞。哦，我靠，这个现在我没运动就累了。